好，接下来看美女名模陈婷妮最近爱上了运动，从事时尚工作，对于这运动服饰选择，她说非常有敏锐度，而且还会透过社群网站和好朋友分享战利品，一起来看。为了让身形更匀称，保持工作体力，名模陈婷妮开始强迫自己要多运动，但这所谓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最近逛街就爱上了买运动服饰。挑选的都是基本款式，但透过不同颜色的穿搭就能穿出流行。我自己就很喜欢桃红色，我会比较注重于材质，就是安不安全啊，或者是排不排汗啊，我觉得这是穿得舒服是最重要的。除此之外，陈婷妮还发现了这个有趣的游戏机，试穿造型马上透过社群网站和好友分享，大方秀出战利品。可能今天逛街是自己没有身边没有朋友可以帮你给意见的时候，就可以用这台机器马上上传，然后看你朋友按赞的那个比例有多少，如果很高的话，就表示其实这套衣服真的是丢走，然后就可以赶快把它打包回家。陈婷妮也说，其实这些兼顾时尚与运动的服装款式，不一定要运动的时候才穿，利用单品混搭也能够呈现运动休闲风。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道。